有没有想过超市里为何肉类都摆在冰柜内呢？而蔬果大多总是摆在户外呢？知道为什么吗？肉类在室温30分钟后就开始腐败，而蔬菜却是2天。如果照这个公式来演算，人体比室温高出3到5度，肉类在30分钟内不足以让人体彻底吸收消化，而蔬果却能在10秒内促使肠胃蠕动及消化，更有利于人体养分的吸收。要健康，选蔬果。
是的，黄豆一定要事先泡过，如果夏天的话几乎差不多4小时，在冬天要有6小时以上。花生我们就到杂粮行去买脱壳花生，那回来洗干净，我们就用快锅炖了1小时，它就会很绵密的花生汤呈现出来。今天白木耳甜汤，我用的是干的白木耳，我先用水洗干净，把它的头前面黄黄的去除掉，再剥一小块放到快锅里面，我用快锅给它煮到1小时，这样子白木耳就会很绵密的好吃又有胶质。白木耳煮到让它稠的时候，它就有胶质出来了。吃白木耳它能养颜美容，有很丰富的胶原蛋白，夏天可以吃热的也可以吃凉的，是看个人的喜好。吃这一道美味的甜点，藕圆有好几种吃法，其实就是随个人的喜好下去搭配口味，有的加花生仁汤啊、红豆汤啊、绿豆汤啊，还有烧仙草都可以搭配。我今天所用的食材是红豆、芋头、地瓜，不过还可以用南瓜、紫山药、绿豆来做成很好吃的藕泥，所以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来呈现这一道很好吃的甜点。等一下，我空空，你再跟我讲，再提示我一下。白木耳，我是等一下，从头来。白，等一下，从头。后面呢？后面怎么接？3、2、1。没有，还要等它开啊，它现在没有。当你的慈悲心启动了，慈悲将不会停止，生生世世一辈子陪伴着你。和我们一起来慈悲吧。海涛慈悲基金会划拨账号50416116 50416116。接下来